30秒到达战场，仗义将会得到伸张。写错一次赔多少？你得看他，你得看他有多少下的。你微不足道，一无是处。全军出击！带啥迅捷步伐呀？现在卡萨丁电刑触发的老快了，啊，上来直接过来 ，A 接防直接触发电刑，看见没？一个 A 接扎直接触发电刑，带什么迅捷步伐？他还是属于一个远程英雄，我们还是近战，还是不是那么很好打呀？但他换血有点换不过。我现在能秒他，他半管血，我现在能秒他，但是就是我没有 E， 我得有个 E。哦，他有盾，想起来了，那怎么办？那这不崩了吗？那这不能走啊！千万不要被他抠着啊！波比打野呀，升个级吧。升个级吧。如你所愿。压啦！打不过叫人啊，那波比自身都难保了，怎么叫人？ First blood。这波就算了，卡萨丁前期就别死就行了，别的倒无所谓。法强那么低呢？这卡萨丁，我们马上无敌啊！你的魔法对我无效，距离我无敌还有半管经验，也就是三波兵。
敲我，是不是敲我？我抠你一下。他应该升了吧？他还没升。抠地，马彩点烟。哦，马伞。我们可以来一层塔皮。如你所愿。这牛头怎么回事？刘哥啊，刘哥被我唤醒了，挺好。你惊扰了魏奇。我先插个眼儿，踩收益。跳弹过来，我踩麻花溜扣地，我再踩平嘞。回家了吧？正义将会得到伸张。干哈呢？他不回家呢？怎么？这天使可能越想越气。这波我凭什么回家？武器大师来了！哎呦啊，武器大师就这么点血呀？你干哈呢？啊，这蓝 buff 我谢谢。还要来警车，还要给我带走？警车好使吗？跟我装警察。平衡终于一切。一提到警车，我就想起了一个问题：我昨天又被电话轰炸了，我报警能不能找着这个人？能不能给他抓起来？
以我现有的技术手段，我不足以能把他揪出来。我踩麻烦溜一下。找不到就很恶心呢。换个手机号吧，那手机号能说换就换吗？这那是换个手机号老麻烦了，那这是换多少东西啊？打个蛤蟆，能找到，但是不会给你找，太浪费资源了哈。哎，希望人有事儿。你一般那种电话诈骗、电话爆破这种的，你就够金额，他也不一定能给你找出来。我怎么出了个面具啊？我应该出如灯的，我出错了，我能退吗？刚才跟你们勾溜的时候出错了。马上蓝 buff 刷了。我需要个蓝 buff， 艾克。干他！小小武器大师，可恶！哎，可恶！天使恶心呢，大招加盾可以破解我们的点炎，可恶的天使！先来个美甲窃魂卷吧，不出啥漏了，没有意义。如你所愿。该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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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都是我的了。别急啊，哇，高德赖克，啊，高德赖克，我们卡一波视野啊。我马上就到。我也高德赖克。我靠，装个杯。我平 A 可以触发蓝灵汉的图图，看见吗？恶心不？
你这高德赖克肯定是不想要了，我一看，我先走。哎，我要回来抓你一刀。哎呦，为啥可以？嗯，这可能是个 bug。 因为卡萨丁的 W 技能算平 A 算技能，现在，所以就能触发。谁死了？波尔比死了。哇，这天使不值钱了吗？ 让你回家吗？我以每秒80迈的速度向你奔跑，把武器收了，25层美甲窃魂卷。 我们先杀火蓝啊！兄弟，拿走！哎呦，区区有点高。我的美甲窃魂卷被谁给拿走了？被武器吗？ 被武器给拿走了，一会儿把武器杀了，把他双 buff 给他拿回来。可，这波呀，这波是 buff 传递。先打个小龙也可以。 我们去野区随便宰两个人，先去打个蓝吧，顺便杀个天使。 马上16级，没办法，我补刀太多了，我杀人也多，我是行走的提款机。 这波中路，我感觉我要五杀。来，阿朱一看，这阿过来收拾这个，走位，踩一手麻烦溜，一闪，耶！我定墙上面了，我靠！我的美甲窃魂卷呢？哎呀，可恶，我的美甲窃魂卷。 这也能给我定墙上面呢，关键还是草里边没视野，草里边有视野就好了。蓝 buff 又给拉克斯了，可恶！主要是他们家那个维恩呐，有E技能，这个 E 属于瞎猫碰死耗子，你知道吧？正常这个E应该直接推，给我推到这里。
这个 E 我应该是我这从这儿啊到这儿，那维恩在这儿对吧？啪一个 E 给我斜着一推，我们不仅没死，还把维恩给打死了。这属于炸糊了。有人来吗？我是石头人。没有人啊。没人我可拆了啊，我可拆塔了，我可以不杀你们。赔死了。Enemy double kill。谁给你的勇气跟我打呢兄弟啊？十三层美甲窃魂剑，光辉女郎十九层了，下边得杀她了，她杀的不行了，不知道怎么十九层了，怎么就十九层了呢？如果你们实在要逼我，我就只能来个钉了。别乱闪现，我刚才 R 闪有问题吗？我 R 闪杀维恩没啥问题啊。然后你让我 R 杀光辉，那光辉不盯了吗？你没看见他盯吗？你应该看见他盯了吧。如果你看见他盯的情况下，你还让我是杀光辉然后闪走，那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你的美甲窃魂卷确实是不想要，我发现。小龙。如你所愿。我十六级卡萨丁是你们就能为所欲为的吗，小伙子们？这是你们想丑就能丑的吗？家了，猫着了。哎呦我操！一千。一千。来波五杀，兄弟们！天使挺欢迎。那维恩还要追我，天使大完。
这不来个五杀？哎呦，我这火蓝拿下，以我们一波完美的五杀结束战斗。